天是我们来到泰国自由行的第十天，也是来到清迈的第四天。我们现在呢是前往一家就是手工艺品的商店。我们昨天是坐那个双条车经过时候看到它，今天去找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找着哈。现在大家能看到这条街道的好多店铺都是打烊都关门了啊。但是昨天晚上呢是清迈古城的那个周日夜市，特别的热闹。现在再一看呢，你看好像感觉大家都是过夜生活的。早上8点半。对，已经8点半了，但是你看街道上可以说是很少人了啊。今天的上午我们的计划呢就是一个是看那个到那个商店去看看，找有没有什么我们喜欢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昨天坐那个双条车还经过了一个全中文的一个市场，一个牌坊，名字叫啥我记不住了。古城市场对，我们去看看那个市场。狗和这个这是它是龙头，龙好像是合体的哈。 对， 对，其实就说中国的信仰啊，就在古时候还包括什么印度，它这个都对泰国有影响，像龙这些。150泰铢哈，啊，150泰铢，对，150泰铢，30块钱，哦，真便宜，对，好看，好看，好看，这个遮阳效果好。叫盖饭啊，一套的。我们要点的这份是炒饭，加上一些蔬菜，很新鲜的啊，尝尝。老市场区，这个华人街吗？搞不好是这个清迈华人街。漂亮，好看。像那个海口的骑楼那个氛围哈，那个店面的氛围比较古老，一看老旧。它这个地方它也受缅甸文化的影响，所以你感觉到，你看到没有，它这里有一些服装花纹搭配，是吧？前那个老式柜台哈，很有意思。八块钱，要拍照片，他的围着主要最下面的，靠，不要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百货店哈，传统那个百货店，那个老式柜台。你看它那个地面店面的结构，看到没有？这里面还有室内的。哦，这不是瓦楞市场吗？对、啊。它很大，那我给你看啊。嗯。还有室内的。我们现在刚才是在那个叫什么清迈老市场那个牌坊进来啊，现在咱们走进来就来到了清迈瓦洛洛市场。瓦洛洛市场。这是室内的。对，接着看室内的。一看是一个综合的市场。综合市场对。嗯，很老式。其实这个在咱们大陆的话，以前很多这样的模式，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像吉木里面就很多，以前就很多，都升级了都。对，后来升级了嘛，进入房地产，就进入这个房地产商的这个建的这个高档这个 mall， 对，购物中心。购物。这个市场很亲民哈，对，感觉很亲切。东西贵啊，啊，东西，东西，什么都有，各有需求和喜好吧。对呀、啊，它这个满足一些相对低消费的需求了，是吧？哦，你看下面这都是食品。哦，这个上面二楼、三楼，上面是服装，下面是一楼的视频。好、嗯，看。哦，这边也有草编制品。漂亮哈！还是我们买到的那一家，它比较高档一些。嗯。它这个气味也挺好哈，香气。就是卖贡品的哈。对对。他们的贡品比较。风铃，这有很多风，他喜欢这种风铃，你看啊。风铃好。风铃挺好的，他那大家叮叮当当的。今天在金寨那个 market 那个风铃好有意思，就是竹编的下面这个小铃铛的那个。木勺子木。咱们看看那锅铲，咱家那个锅铲不错。这样。那锅铲挺好。还有你看，它这有价格吗？就是95，就是20块钱，就是还有一个咱们用不用得着。对，用着用着放家里闲置的。闲置的不是，对对，浪费的。好，赞同你哈。很理智的。要听众。好看，欣赏一下，就好像是比如说，我看到明星也很好看，对，我欣赏一下，但我不一定非得嫁给他。今天我上二楼看看，二楼也上去看看。上去吧。既然都来了是吧？楼梯是那边有楼梯。这边还好，那边菜市场，咱看菜市场，菜市场看了，服装也算了哈。我在上哪个门？没事，咱也我们距离没毛病，达成龙大吉。哎，没关系。哦，这卖菜的，这卖菜的。对。到这里看。是吧？35。它这橙子贵。这个不馋。它这你看这超市哈。我觉得这种香菜的，这个香菜，就是它的蔬菜。蔬菜哈，它是卖布的很多。蔬菜可以吃，做沙拉吃的。我喜欢卖。挺好吃，咱们有时候吃的那个炒菜里面都有。花哈。当地人喜欢吃生的。哎，这个小橙子你看没？它们很用量很大。小柠檬。小柠檬。小柠檬。用量很大。这个是啥的？小柠檬。酸酸的，然后再加着辣椒酸、辣酸辣椒开胃。瓦洛洛市场。它很大。这边是卖，但是路边开的，没看到卖水果的。那边是水果。闻到那个生鲜的味道。对。它可能地方不对。它有个专门水果市场。是吗？哎，它有个叫水果市场的地方。这个我们确实没有看到。那你可以查一下东西。查一下啊。
他们很喜欢花。嗯，喜欢花，各种。他们供奉，你看这里为什么说供奉给这个神佛的方式，我们就很喜欢，很环保，鲜花水果。对，很健康哈。它又美观，环境又美观又环保。你看它就是。健康。嗯。这个这个国家非常爱美。对，所以它有。它这是一种熏陶嘛，环境对它的熏陶，它都有了一种美丽的意识了啊。对对对对。那游客来看了也很养眼嘛。可是啊。真的是。在这花海里头，花的海洋。我给你照一张。这个照照，好好。你看啥地方？到处给你看，是吧？我看哈，它这个这边有个地图。双头车 ，vivo， 拼 vivo。快点！